哎呀妈呀，你这孩子一天到晚稳稳当当，这是怎么这回遇到啥事儿了？真扎的像你妈似的呢。就刚才我在道上碰着谁了吗？谁呀？牛自强，我牛叔。那不就是咱家小米粒的救命恩人吗？对，也是他。哎呀，他，你怎么没给他叫去屋里坐坐呢？哎呀，不用叫，一会儿他带他儿子马上到了。啊，带他。咋了？带他儿子来的？啊。我惹祸了。到底惹啥祸了？不是当年你妈生你小妹的时候不就早产吗？啊。多亏了你这牛大叔，把他儿子那个保温箱让给你小妹了。要不你小妹哪有今天呢？这我知道。不是你还有不知道的呢？啥呀？然后吧，我就抱着你小妹儿，我跟人家说，我这孩子长大就给你做儿媳妇儿。哎呀妈呀，这啥年代了，你还定娃娃亲呢你呀？那不是，你看当时不就顺嘴那么一说吗？有这么顺嘴的吗，爸？你现在人找上门来了，你说这，哎呀，我看你咋整？不是，那是咱恩人，你看你。那咋办呢？一会儿来了咱咋说呀？哎呀，万一你得谁呀？大哥，是不是来了？哎呀，大兄弟！哎呀，大哥呀，想你呀！吓死你了！哎呀，真不见没见，你咋瘦成这样了？我这辈子唯一干成功的事儿就是减肥，那也算事业有成啊！哎。来的匆忙，没别的，买点水果。你别介，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呐，要买应该我给你买呀。哎呀，咱不来客气啥呀？你们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老哥呀，儿子啊，来啊，接接你大爷，大爷好。你这孩子嘴真甜。这你哪一个儿子？老几呀？这是？哎呀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嘛。哎，你忘了他刚一出生那会儿。这儿门前有两颗小门牙，对对对对，这孩子我想起来了，可有意思了。别的孩子吧，都是一下生的时候自己哭，他一下生护士哭了。啊，爸，又糊涂了，那护士哭啥呀？他把护士手指头给咬了，人能不哭吗？咬着不撒嘴，这孩子哭什么？大爷，你别总提那事儿。当时我不是不懂事儿吗？大铁链 啊，不好意思，你说我们这儿子啊，哪点都好，就是谁要一踢他的牙呀，有点烦。那打现在开始，咱家定个规矩啊，你不准说牙，我也不准说牙，打现在开始谁也不准说牙，谁再说这个牙字儿，小心我用牙咬他。大爷，我想咬你。口大爷，你先别笑，我问你点正事儿啊。说那啥，那个你家就这一个女儿吗？哎，咋的？你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爸，回家。回家干啥呀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你大爷家有仨姑娘了啊，大米粒儿、二米粒儿，咱们要看的是小米粒儿。哦，那行吧，那我再陪你待会儿。哎，大哥呀，咱俩聊啊。你说这时间过得可太快了。就是嘛。老哥，那个小米粒儿还没搞对象吧？哎呀，总说搞对象，总也搞不上，平均每个月看个八九个，还个十来个，这不如养小子省心。哎，老哥呀，哎，你可真够意思呀。我还以为你把当初的承诺给忘了呢。那能忘了？那不过这现在啊，可跟咱当年那时候不一样。咱那时候爹就是爹，儿子就是儿子。现在说是我女儿，其实她是我奶奶。老哥，爸啊，说正事儿。啊，对，说正事儿啊，老哥啊，兄弟今天有事儿相求啊。啊，你别，咱们哥们还啥求不求的？你这么着啊，晚上在这吃饭，喝完酒，喝完酒咱俩再聊。哎，因为我儿子今天呢，哎，你放心吧，有什么话咱喝醉了再说啊。爸，爸，坐下吧，要咱走吧。走干啥呀？那你说一会儿小米粒出来了，跟大米粒长得一样，咱还咋走啊？你这孩子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人家有仨姑娘，哪能长得都成一个模样啊？嘿，别别别别别，
人家说再者说了，这胖乎乎的有啥不好啊？啊，你说你这样的都相不中，你还想相中啥样的？哎，你说他……咱这行了，人家说自己孩子的，有爸在这儿，闲不住你胖。嗯，哎，你现在跟我说说，你到底相中啥样的？我相中那种高高的、瘦瘦的、眼睛亮亮的、智慧多多的，穿个小虎皮裙儿，手里吧还拿着一个小钢管。你拉倒吧啊！还拿钢管的，说皮裙儿，你说那是孙猴子？孙猴子也行，儿子啊，你说，嗯。你就找一个踏踏实实的能跟你过日子的就行啊！你说咱都这样了，咱还挑别人呢？你看你那牙长得都快掉地下了。爸，你说啥呢？谁牙掉地下了？我牙大怨我呀。那我妈不比我牙大呀？你不也跟过一辈子了吗？怎么的，伤着你了？哎，老哥！哎，老哥！这马上菜就好了。哎呀，你别做饭了，我这会儿哪有心思吃饭呢？跟你说点正事儿啊！你说说。哎，老哥呀，你也知道，你说从我爷爷那辈儿就四代单传，你说我都这么大了，我呀就想抱个孙子。这没错，想抱孙子。嗯，那你是没抱上孙子，你要说抱上孙子，你就成孙子了。真的，你看我这一大家子，你要实在想抱孙子，那你看我行不？大爷你真逗。哎呦，我咋抱得动你呀？哎，这样哥行不行？你呀把那小米粒儿叫出来，你说看看怎么样，看俩孩子的心情。您这句话还有什么说？那个大米粒儿啊，去把小米粒儿叫出来见见啊。啊，那啥爸，那个牛叔啊，那啥我小妹呀，她贼拉厉害呀。厉害，我怕她欺负我大兄弟。怕啥呀，打是亲，骂是爱，要是俩人真相爱，我任她打，任她踹，任她给我踢成骨折，我都能忍耐。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说得好，老哥。看我这儿子的态度怎么样？哎呀，太坚决了。啊，去吧啊。我呀，待会儿啊，我就怕这小米粒出来呀，你们相中我们儿子。不可能，我觉得这人的长相不重要，钱多钱少也不重要，关键得人好。哎呀，老哥，你说的太对了，这搞对象又不是选美，对，关键的能过日子就行。哎，你们老哥俩说的太对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大爷，你就看我这长相哈，虽然成熟了一点点，牙大了一点点，但是吧，这都不算啥事儿。你知道现在这年轻小姑娘都喜欢那个大叔型的，你知道吧？是吗？知道他们都管我叫啥吗？叫啥呀？欧巴。你这孩子那么虎啊，管你叫欧巴，我是你爸，那我是啥呀？欧爷。哎呀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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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爸你快看看，这小米粒长得跟大米粒一样的。哎，我说你牙有毛病，你眼睛是不是也有问题呀？这还是我们大米粒儿。你这不俩是一个人吗？我看花眼了。你小妹儿还没出来呢。化妆呢，说一会儿就出来。那啥，大爷不用化妆，我喜欢素颜。我来了，大家好。哇，爸你快看，像不像天女下凡？爸，我就娶她了。少说话。您是牛叔吧？哎，对，牛叔您好。哎，小米粒啊，不好意思，不知道您来了，我出来晚了。哎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这都不是外人。哎，别客气。牛叔啊，哎，我妈常跟我叨咕您，说我刚出生那会儿啊是个早产儿，才3斤，在我生命垂危的时候，是您把大宝哥从保温箱里抱出来，
把我放了进去，这才救了我的一条命。您对我的大恩大德呀，我一辈子都不能忘。哎呀，你太客气了，还说这干啥呀？啊，你看，哎，牛叔，你说这婚姻呢，终身大事儿是吧？那当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幸福，对吧？啊，对对对，那是啊。嗯，那就不能把爱情跟恩情都混在一起了，对吧？